父王，我也会。哦，你也会。嗯。各位，其中的奥秘在于这个银环有一个缺口，耍弄前两指捏着缺口，谁也看不见。银环就是这样轻易的通过，进出自如。另外两个银环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根本就不能分开。好，好，六王子一眼识玄机，真是聪颖过人呐。